大家好，我是 BJ48 Team E 的冯思佳。 刚刚给自己暗示的很明显，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暗示的很明显，反而是好人其实不会把自己穿暴露那么明显，因为很容易让坏人猜到你是谁。所以我想问，怎么表现？表现方式是被猜到了，表现方式，什么？怎么都知道？杀完，哎，这种人放网上被贴八百十万这样的，导演在带节奏，我好害怕呀。但是还好，我生在一个很不错的时代。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这是一个新媒体时代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百万北推，你准备好了，你自己想好。